走走走。啊！啊！他继续升级，升级龙心吧。你的龙心，你看看我的龙心。哇，五颗哎！多一个，怎么多一个？哎，那如果去找其他人一起再解那一关，是不是也可以再多拿一个？因为那个就是随机啊，随机出来的啊。随机的、哦，我是打赢那个风滚草拿到的那个龙心的，也、不是风滚草啊，打树人，刚刚有树精拿到的，然后我们刚刚是路上捡到的，哦、对。啊，火焰升级，火焰升级哪里啊？你跟那个妹子买充装备的妹子，因为等一下风滚草的时候会需要。你在干嘛？哦，是迷路了，昨天还骂我。妹子。欸，我要先跟他交易咯。哦，你从另外一边走。哇！然后他就吓到了，跟交易。哦。开车不要滑手机啦，可以听台啦，可是开车不要。对啊，不要开车滑手机啊，就算是安全驾驶也一样啊。分心，除非你是就是坐副驾驶这样子，你就可以尽量。宝可梦。哇！我没有火焰升级的耶，我一个是尖刺斗篷，从 DN 的伤害降低五。尖刺斗篷是刚刚那个啦，我跟你，我帮你打的那个 BOSS 拿到的。然后我另外升级是翔草，就没了。然后可以做一把枪，是包子枪。怎么会？因为哈基有，你应该也有啊。我没有那个东西。哇！我火焰好像是一开始就有了吧？一开始我没有那个。我记得火焰那时候是我们准备去打那个下水道那只会射人的白木的那一只的时候得到的，我就买到了。可是我没有。然后那时候你还说要试试看技能，然后它就烧起来了。还是你装在哪一把枪上面？火焰射击。我现在。我现在有装技能的就是我的小枪，它是补血啊，然后另外一把就是狙击步枪，它没装喷包子的是它自己本身就有个技能，嗯，然后就没有啦、啊。来买个水喝。嗯，没有火焰。好啦，那就没关系呀、啊，打输出。我拿散弹好了。尤其到现在还没喝过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是加跑速近战的，加攻速跟跑速。嗯，可是是近战的哦。可以近战欧拉欧拉，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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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最不爽的一点是，礼拜五风之谷有 M Day 活动，免费的发型券跟整形券。但我却要下台南，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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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礼拜六还肯定有台风，为什么？干！我打到那个铸铁、欸，你有铸铁吗？我刚刚没有买，但是我有四个铸铁。哦，好，抓起来，抓起来。打怪是会掉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看一下我没有物品。欸、有、欸、我有四个铸铁、欸。对啊，我的串流竟然亮红灯，吓死我了！哦，聊天室的还好吗？还听到我讲话吗？还活着吗？聊天室，我看还正常，好恐怖哦！是因为我刚刚敲了几下栏杆吗？对不起，栏杆生气了。我刚刚敲的啊，可以还活着，好，哎呀。欸，听说 LINE 的已读功能其实是因为日本地震太多而发明的。嗯、我知道，知道、啊、为什么？就是怕可能就是你耗电还是怎样，就是 LINE 传讯息给你，你只要有已读，就表示你至少还活着。对，还记得到讯息。他是为了确认这个人还有没有这有没有有需不需要紧急的抢救。嗯，所以他才会发明这个功能。他不是说哎。啊、那万一我进去，我哎呀，为什么画面卡住了？没有没有。哦，没事没事。风滚草，风滚草，风滚草。我觉得很可爱啦。是可是就很北蓝。
哎、欸，那一开始炸的，这样，他后面小怪是不是有点多？没有，他掉了。滚来滚去，他这是滚来滚去啊，而且他好小只啊。对，没有，你不要讲这句话，你不要讲这句话，不要。他怎么了？他会长大给你看。 在哪里？哦，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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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起来！你要东西，让你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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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中间不行，中间不行。烧起来！你的补血怎么有毒？旁边有烟。Cover me！ 哎呦，哎呦，啊，哦！燃烧风滚草，你们看到他？开滚，开烧！他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了！他躲起来了！我一定要让他们打你，我一定要让他打你。我躲起来，让他打你。看到他，小怪来了！看到这个好险！来了，来了，来了！可恶，怎么没中？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 哎呦！哇哇哇！中了！哎，我错了，抱歉。哎哎，队友误杀。他倒了，他倒了，他倒了，他倒了。等一下，你救你救你救他蹲地，他蹲地，没事没事。快跑快跑快跑！间谍啦！我刚看到黑影就开始加了。啊！不不走！啊！我发那个。 救难信号吗？救我！哦，我死了，救我真的很好用。看，怎么还有毒？哈哈，你等死哦！我屁股放毒了。哦呦！爷！ 爷爷，你在这边毒你放屁！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歪歪歪！好了，结束。再一次过气势，拔怪种子，然后我还躺在地上。哦，那个种子就是我刚刚那把枪啦，原来是打这边掉的啦。竟然一次过气势！我那天，我今天，我半夜死了三次，哎，死了两次。 没有，我跟你讲，他挥的那个范围真的太广了。嗯。啊！笑！啊！笑！这我还在打那个。这游戏有榴弹吗？好像有。榴弹发射器吗？就是有类似那种的哦，在这里。嗯。道具。哦。 狂怒之城，豆豆，狂怒豆豆，还好吧？哎哎哎哎，你怎么还在咳啊？你怎么每一场都在咳啊？你买个啤啤酒，买个啤啤酒嘛，买啤啤酒来喝啊！有些事可以听台没关系啊，那开车就不要看台了，听台没关系啊，危险啊！ 开车很危险啊！刚刚还有个看到说什么在洗澡开看台是不是，啊！你这样洗澡在看台，湿气跑进去，手机坏很快哦。对啊，不是。哎，够了够了够了，谁在说？啊，我在你前面。我在我在雨月后面。<笑>究竟谁在说谎呢？其中有一个人说谎，请问是谁在说？ 又是兔子说谎，你怎么又在咳啊？我好奇，如果在你旁边会不会你会不会感染呢、啊？不会。<笑>你要再咳了，卖个咳啊！这里，治疗一下，摸个石头，治疗一下。哎、欸，真的地图不一样哎、欸，我那个我的地图没有收音机这个哎、欸。 每个都不太一样吗？还是说还是我没注意啊？要刷？
因为他要剧透你吗？因为这个怀表是他儿子的。哦。好像是要给他儿子还是怎样的，然后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件衣服。哦，半夜看到的啦，因为那时候是刚好看到旁边有说如何获得什么鬼东西的衣服，然后就点进来看，他说有前置作业，就是找他爸。先拿到怀表，不要业配。那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啊？往哪走啊？哎、欸，你喽，你按 M。M 地图左下那里我们还没走，很带路啊！我现在好黑哦、喔，看不太懂它红点是什么意思？哎、欸，小 boss， 小 boss， 小 boss， 在哪里？红点就是那个啊，记录点。对对对对，点是传送传送点。哦，有箭头的那个是传送点。有吗？有看到小 boss 吗？这只。那是很像古尔丹的，好可怜哦。其实他很北蓝呢、欸，来了。他丢了，他丢了。哎、欸，白痴，没丢到，去死啊！他死了，他被爆头了。耶，水晶。哎、欸，狙击级。哎、欸，还有啊。是比较快啊。你看，有时候就这样子，场场暴击。说暴击就暴击，什么声音？哦，远方，后面还有一只，后面在房子、欸，又是 boss 的声音、欸，哪里啊？哎、欸，隔壁，我们这边，这里，你们看到我？哎、欸，死了，隔壁，哦，那个在远处，有个在远处。不行，好低哦，伤害好低哦。对，狙击真的补能量好快哦。我觉得它是算伤害耶，因为你拿冲锋枪打的话是不是超级慢？嗯。哦。在旁边是不是有人在射啊？有啊，这里啦。我说怎么一直旁边有射到的声音？买完饲料回来啦，怎么饲料啊？狗粮。被喂完狗粮回来了吗？这么凶，开火。等一下啦，我们往回走一下好不好？有个地方还没走。走啊！叫了。OK， 这边。哪里没走？顺便这边搜索一下。为什么这么暗？你说篮球区吗？不是篮球区啊，更往回走一点。兔子饲料、啊，哎呦。Minecraft 1.15预览版出来了，哦、新增生物小雨，蜜蜂。哦，太棒了吧！终于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打了，有没有？熊猫也可以杀了，蜜蜂也可以杀了，又不再兔子不再孤单了。大家都可以拿来杀了。对啊，等一下我听到有怪的声音。不用怕啦，怪而已。对啊，在里面啊。哦，很强，很会走位。是吧？我有个远处的。是吧？我去看房子。这里吗？我看一下。这里往下走。乌里亚，乌里亚，乌里亚，哎，打不到，算了。猫也可以杀啊，可是没有人设是比较偏猫的啊。啊，喵哈，只有一堆猫奴，哎、欸，对耶。然后只有一堆猫奴，没有人是猫。是荣幸喽。哇，我狙击枪没子弹了。对啊，沿路也没看到红色的子弹。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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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了红色子弹，谁要？你不是没子弹？你们可以拿，因为我小枪还是比较顺。你能拿，我要拿喽。
我叫西瓜早就可以了，过分。西瓜是在他有这个绰号之前就有了，所以这不相干。有一只 boss 哦，欸，也是欸，我们都没有个麦块的代表物啊。隐约的麦块代表物是什么？欸，对耶，代表物没有吧？要找一个了，香蕉。该找一个了吗？香蕉。不知道，只因为单纯它黄色的。哦，在我这边有一只小 boss， 被打了。哇，你在那边吗？怕好利息！砍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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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是啊，剑吧？当狗吗？狗，因为是月月的关系。哦，月月，那狗原本就有啦。啊对啊，没有，它是狼。要驯服之后啊，驯服之后变狗。哦，这里我们还没走，我现在走到这。脚步声。我在绕圈，我在绕圈，我在绕圈，我在绕圈。在那边。哎，okay. 这里有一个小副本。小副本，好。